林俊杰 JJ 年演唱会2023虽然已经曲终人散，不过 Mirror 成员 Ian 陈出演被弹中事件就余波未了。近日 Mirror 同埋 JJ 嘅 fans 爆发骂战，网上更加出现大量攻击 Mirror 嘅评论，包括有 Mirror 系沾 JJ 嘅光，话 JJ 邀请系 Mirror 嘅福气，叫 Mirror 十二指唔好太自以为是。而去到星期三傍晚，代表个幼视像 Stanley 就在 IG 限时动态发文澄清，他表示为当日贴上七指合照引来的误会道歉，亦都强调 Mirror 从来都没有自以为是，他就说打从第一日就知道他们有很多不足，只是幸运眷顾住 Mirror， 不过现在幸运已经没有了，只是剩下努力，所以就要看 Mirror 有几努力。而 Stanley 亦都表示，获 JJ 邀请是 Mirror 的荣幸，可惜因为沟通上面的误会，导致失去这一次的机会。他亦都说，不幸就好像不断在我们身边出现那样。他亦都说，这个就是当日出 post 的意思。不少 fans 事后都留言力撑 Mirror， 更加赞 Stanley 是一个大暖男。